除了前面两位 speaker 不管是从 insight 或者是从这个具体的操作手法，尤其吴执行长他是我们创意设计界的前辈，他们有太多的案子，今天20分钟不够他讲的，他要讲可以讲两天。那除了那些步骤跟执行的方法，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专长，那也有一些收入屏障。那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来分享说，做品牌有没有一些不同的角度一直来把它做得更完整一点。不过一刚开始因为今天是在12楼，然后也讲了第三场。那我今天要谈的主题是能量，就是两个字型，品牌能量。那我感受到大家那个注意力已经开始有点涣散，然后大家已经觉得，今天已经很光明光亮，可以稍微喘口气。我想先做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很简单。现在应该有10秒，这10秒的空白是大家在想发生什么事，能量怎么汇集。然后我们今天这么多人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的能量有没有连结在一起？共同的主题是今天大家来求智慧跟方法，希望能够有做品牌的方法。可是除了方法，刚才两位 speaker 也都有带到，其实我们发现执行力出了问题。执行力为什么会有问题？我们认为心没有到，那个心没有到的话，再好的智慧，再好的手脚，都没有办法发挥。尤其品牌，我想做一个简单的试调，你认为品牌是有步骤的、科学的，请举手。有蛮多人这本来就是对的这没有对错。你认为品牌有时候是需要一点创意、艺术，它是无形的，请举手。这次举更多这个可以掌握看一下，后面好多人举。来。你认为两个都是的举手，几乎有一大半。那我们谈的事情就从这里开始。如果我们过去习惯用智慧方法来解决 SOP 的话，那有没有一个部分是我们没看到的？我们如果稍微翻一下，不管你是不是这个佛教徒，你看一下《金刚经》最多出现的四个字叫如是我闻。如是我闻就是我看到、我听到、我想到的事情。是你忘记，它比较多的时候是提醒你，你的心有没有感受到？你有没有认同自己的品牌？从执行长一直到这个基层的执行人员。所以，当我们在品牌一旦生意状况很好的时候，不会有问题，你不会担心的。但是，一旦生意状况不好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我们最想要求智慧？因为我们被打卦，生意不好的时候，逆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会开始去想答案在哪里。所以，我们面对生意的时候，大部分会上门求教，找顾问公司，找政府指点的。有些比较有先见之明，是品牌一刚开始的时候，公司刚开始的时候。可是大部分是什么？是在这个地方逆境的时候。所以当我们去看我们的经济啦，我们的全球的这个状况，当它一个碰到不顺遂的时候，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资源、方法、步骤来做这件事情？于是当面对逆境的时候，就像我们看到熊的时候，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愣住，然后接下来决定要面对。或者是什么转身逃跑，那我相信啊，今天我看报名人数真的蛮多的高雄场这边蛮多，这些都是打算面对的，没打算逃跑，逃跑不会来，而且有时候一揪就揪3、4个，好多公司我看一下都是3、4个来报名，所以这件事就是，假如你要面对，那面对的方法是什么？我们来看一下3月3那个3月初大概工具机展大概是。刚落幕而已那是工具机是台湾重要的产业。上一期的这个漳州还报道这个有家这个也是台湾之光的这个企业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大部分我们对品牌有很多的认知是，我们来一个产业就拿工具机产业，发现大家一定都会用餐这个参展。我常常讲说，中小企业做品牌有三宝，第一个就是网络展览，第三个就是办活动，就是三宝最常用。而且呢，大家在一个产业里面，我们在管理学上有名称叫做策略相似性，也就是我们做事情大家的步骤。我们来看，这是有家，其实它最关键强项找上它的，应该不是只有它的网站或者 B2B 的行业。大部分我的客户告诉我，他在台中做汽车材料，他通常是直接要买机器机，先跑到那家公司去看看他的机台，一进去人家用的这个是几百万的机台在做的话，出来的精度密度一定是比较好。
所以那表示什么？愿意投资，能量是够的。所以你看哦，有这样的网站是以科技建筑工艺之美，然后五轴核心，然后台湾精品，但是它下面写全球第一大加工中心的地床集团，某种程度上是商周在报道它的是什么？在商业模式里面，它是垂直跟水平的整合，它用购买的方式把品牌买下来。所以当你去看这个公司的时候，你看他在强调的这个重点，他是业界的标杆，那他有没有把他的商业模式特色还有他强大的能量做出来？我个人认为是有挑战的。下一个我们来看的这个展览，这个少说所有办过展览大家都知道，少说十格以上，十格我们一般都两格啦，了不起一格、通常是一格，那有的甚至没格，没格就直接跟经销商一起合作就好了，何必呢？泰国这样，那你看他的这个涵盖航太，因为他可以这样讲，它是一条龙，那他在讲工业世界，这是他泰国展，也就是说，当你是全球大展，看漫威这些大展的时候，你是全面呈现，但是你在 local 的时候，它的气势一样会输给人家啊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有加他的点最大亮点或放大的这个地方，我觉得他做的不错，而且很强，从商业的这个实力，这个商业模式的角度，那这是他的产权。local 啊，活动，你看啊，网站、展览还有什么活动？下一个，我们来看上仪，上仪大家都听过吧？早期他们在高铁还有很多的广告啊。第二个，他的泰迪熊，你看公仔出现了啊，当然这也不见得是公仔，他要强调他什么机械手背啊。上仪最强的是滑板啊，那个滑板的这个产品 ，B2B 的这些都是 B2B 的，他最这个常常被代表。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 David Yacob， 个人写品牌的书，念品牌应该要稍微翻一下他的书，建立强势品牌认同 ，Building Strong Brand Identity。他讲品牌有四个面向：人、组织、产品或服务。第四个是视觉符号。好，这里面大家他们算是把人拉出来的，他们的老板、他们的总经理，他们怎么样创业去谈这些事情，还有谈他们产业的应用。下一个，这是他们另外一家这个协会，这是第三个。你开始看到第一，开始看到唯一，就是在你的某个 niche market 里面做得很好。协宏大概都是排前十，但是不见前三。这是他的展览，就是很多的人，然后再看他新的机械。他讲的是什么？航太，所以高端的应用，整个产业往高端去，比如说有航太的、有医疗的、有机械的，所以整个产业的方向是往。第四个是台风精密，你听过这家，可别稍微举一下手。对不起，我们有冒犯的意思。听说某种年龄层都有到，为什么？他60年啊，但是后面做得很积极，而且换了老板，经营团队换过，所以你看哦，他用这个橘色、黄色的，公仔都出来，机械人都出来。那到目前为止，包括他的这个经济和台中心完成工业试点，你有没有发现讯息的相似性？讯息的相似性，大家谈的事情都一样，然后大家的差异化很。被看出来，所以当我们去看一个产业的时候，我们去发现说，上帝老天爷给我们每个人其实是独一无二，每一家公司也是独一无二的。我合作过的公司，我稍微刚才念过，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，就是找出独一无二的特色跟能量，一起跟着你把它找出来。那找出来的这个过程，你看，当你去做这些活动的时候，我们要去看这件事情对你的品牌、对你的自己的能量符合吗？有没有连结？有没有帮助到你？有没有帮助别人认识你，而且更清楚？最重要是什么？有阶段性，因为每个人的能量是不一样的。所以，当我们把品牌化成品牌3.0的时候，1.0公司刚成立，有一个名字，有一个清楚的定位。OK， 2.0的时候，公司有十几个人，薪水发得出来，而且通常在业界已经有一点名声。到了3.0的时候，全球有 branch office 或台湾大陆都有 branch office， 这个时候你的能量是一步一步在累积的。我看到周总，好。我那个看到千展，这个是我的客户。为什么？其实很多公司像我们千展的老板，很多都在2.0跟3.0阶段，就是做，希望更好。那这个更好意涵是什么？我们很多人讲品牌，那很多人其实只是一个内，但是接下来说，我可以讲得出来说，我们家的这个气门窗啊，或者是我们家的这个像那个麒麟的这个产品啊，我们这是流体动力学的。那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产品很有特色，可是你很快速的找到我们产品，不管你是五金行还是什么样的公司，
那这就是你的特色，我可以讲得出来，我帮助你解决交货的问题，我帮助你解决安装的问题，所以你一步一步的往上，你会发现，就像我们人一样，你的能量从一刚开始落落不带劲的情况，后来慢慢不断在累积，所以开始去看说，原来我品牌的认知，很多人其实这个大家认知说产品很重要，品质第一啊，又回到无视我们啊，太多人都是用制造的，我们叫代工脑啊，制造的脑袋。第二个有人讲说，通路更重要，你没有生意哪里重要啊？就是没有生意就不用讲。当这些如果都是的话，我们刚好前面的 speaker 也都有讲到，它应该是一个系统。可是我们往往发现，我们要的是什么？低垂的模式 ，low hanging fruit， 马上让业绩起来，马上让这个通路打出来，马上让产品的知名度起来。那这个事实上，代工脑跟我们所谓的品牌脑事实上是有抵触。那我们会发现，如果你的知识啊、正知正见、脑袋是有状况，然后这个认知是有问题的，软体灌的是有问题。那你的心能量没有到，那就更辛苦。所以过往品牌卡关的因素是什么？其实大部分我辅导很多企业，蛮多人都讲预算有限、资源有限。好，接下来讲产品拿下。可是我们从品牌这个秘境商处的角度，我们提出这个 BQ 的观点是说，有人把它当作品牌美丽、美丽的美啊，就是要企业要好啊、强啊、好看啊。可是我们这里指的是什么？如果你没有收敛跟聚焦，你的能量是发散的。刚才我已经用产业工具机产业给各位做例子，你的能量是发散的。你在做网站展览活动，可是我没有看到具体清楚的能量是聚焦的。所以第一件事叫收敛发散。可是这里面我更认为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每个人脑袋里面从过往到现在，从老板到主管到同，都有木马程式。这个木马程式是你过去制造思维或者是你成功的关键。这个木马程式如果没有重新被调整过，你的定频是没有办法定，所以你后面在做的时候就很辛苦。再看，奥古威讲说品牌是一个无形的种，所以刚才回答科学的对，回答艺术的对，个人认为回答科学跟艺术的更对，因为你有步骤以外，其实你必须去相信还有很多是无形的能量。怎么样？这无形的能量聚焦起来。当你看到一个广告，你看到一个活动展览，有很多都是背后的决定。坦白说，如果我看工具机的产业，我必须要讲，那个管网站的人没有好好管啊。那为什么没有好好管呢？因为在那个公司，在那个产业里面，管网站这件事情是最后面。为什么？因为生意不见得要靠网站，大部分都是直接业务的沟通。可是我们倒回来 argue， 如果你的产品真的很棒，你的 sales 真的很强，你的网站很精准，讯息很清楚，那会不会更好？那会更好，所以你就会变成是一个领导性的品牌。所以我们有这个天龙八部，大家在 PDM 的时候其实有步骤。可是我们去看，我们今天要谈的最重要的是这三点是：看太多的 CIS 都有产品包装行动，或者是各位的产品，这个都是物质面，我们称有违法，这都对。可是呢，台湾的品牌为什么没有办法变成领导品牌？为什么没有办法变成感动人心，或者是让客户觉得不买你、不买你的机台、不买你的产品跟材料，我好像做错一个决定？为什么？我在几年前辅导的时候，我的客户讲说：“顾问，你讲都对，而且每一件事都对，可是为什么不上心？不上心就是我的心没有办法跟你连接在一起。那连接在一起是什么？有一本这个书叫做《能量智慧能量》啊，或者是意识地图，你去看。”现在越来越流行这样的概念，他说啊，像达赖喇嘛那些人啊，一个人可以影响1000万的人，因为他们等级在700。哦，那我们今天呢，从大家愿意来上课，我个人认为已经到200了，哦，已经不是下面那个黑黑的了，哦，可是全部的人加起来，有可能能量更好。可是坦白说，我在过往看品牌辅导的时候，我发现大家只有一个排名，多重的定位，发散的推广，不到200。那也因为这样子哦。你所展现出来的能量，什么叫好的能量？就是当我在你身边的时候，我可以感受到你们公司给人家的感觉精准、聚焦、清楚。所以一旦你做这件事情，你所有出去的 sales、展览、广告、文案，全部都清清楚楚。可是当你回头去看你所有从名片一直到所有外面的这些东西，你会发现发散、不聚焦。不知道代表什么，因为有太多产业的相似性，
因为隔壁这样做，所以我也这样做。还有公仔，我也有公仔，哦。所以回过头来，我们来看，我们怎么样做？没有错，还是要回到定位，还是要清楚的传递，然后慢慢的把那个能量拉上来。问题是，你现在是在200还是150？我们怎么样在2017年、2018年，透过政府的资源、专案辅导，透过顾问，透过不同的团队，给你那个能量，陪着你走第一阶段、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。因为能量的关键值是什么？累积，而那个累积必须要先让自己定义。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，当你去看我们要怎么样跨越这段灰色的鸿沟的时候，我们举个实际的例子， B2B 的行业里面，大家讲硬的价值，我的品质成本交钱，这些一定都没有问题。可是倒过来，我有太多企业，早上我还做一个电话的 interview， 因为那是一个国际的厂商做这个工业控制的电话。请问这个产业里面采购贵公这个产业的这个产品里面，大家最考虑的三件要素是什么？通常都是讲品质、交情、报价，不是低。但是呢，我们不断的要去发掘是，那你们公司的 R&D 经验都很丰富啊，每次类的板子通常 bug 都很少，所以照讲应该是把这个拿出来谈。你们的客户比较多都是中型产业啊，都是少量多样的单子啊，所以从一刚开始送板子 very 板，一直到最后的结果，有很多的过程要不断的做 RMA 的这个return 啊，或者各项的验证，你要拿这个出来谈。否则的话，大家谈的都是 spec， 你的 spec 有没有比我的 spec 强？所以回过头来，我们去看，如果你选择一个清楚，比如说我的客户他选择说，在我们这个做刀具的这个材料，胶漆最重要，所以胶漆它决定速度跟什么，我给客户的价值是什么，他开始聚焦，在品牌台湾第一期计划里面，2012、2013的时候，他开始去思考怎么商业模式，我怎么样聚焦？我本来我表哥是做制造，我也想要搞一点制造，不清楚。因为你现在是专业的通路商，你专门是把表哥的这个产品还有其他家的产品兜起来，让客户可以挑选你要的东西是什么。商业模式的理清，理清了以后，下一步是什么？你怎么样去做产品跟服务的调整？于是当这个事情清楚了以后，你开始用 ERP、用 SCM、用其他的系统，品牌绝对不会是像刚才吴先生讲，不会只是行销的事，是全部的事情，是很多部门要做微调，你要做转化，那个转化是什么？你聚焦清楚以后，你产品要调，服务要调，内部的流程要调。所以台积院这一次把几大法人都兜起来，台创啊、工研院，大家有不同的角度来做调整。所以从这件事情你看，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22000个 piece 的不同 item， 5分钟能够上线，让客户可以随时查到他要的东西，最起码有没有库存、有没有货，他可以查得到。这件事情对 iPhone 7、iPhone 8很重要，因为上市日期不能一直在延伸，所以外商讲 TDDM 贪图的 market， 那你不要 delay 我的时间啊。所以品质交期，那我当交期做得好是因为，所以我开始去调，我从卖道具的成为专业的通路上，我聚焦，我现在只有一年级，我这品牌1.5，我要变2.5，我让人家去，我就是唯一，我还没变成有家，我还没变成大咖，但是我唯一做好。那唯一做好，将来我才有办法变成第一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能量的聚焦。所以我们去探讨，我们当时去问啊，那请问你除了做外部沟通，像刚才执行长，那内部沟通怎么样让能量像手牵着手一样，跟手串起来？我发现我们在代理来共事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部门跟部门之间不牵手啊，因为彼此之间是有成见的啊。当大家把手牵起来串能量的时候，那个能量非常的庞大。否则的话，当我们从电话打进去，我们找了一个专家打电话到他们公司，51秒钟才找到对的人去回答问题。所以总经理放那个音乐，放那个过程给大家听，大家也知道说，难怪我们生意不好，因为每个点、每个点的连接能量是落掉、断掉。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去看，原先的 logo 符号是这样子的：当你清楚自己的这个定位、频道、能量的时候。有没有可能是这样？你告诉人家说，我代表一个专业的道具通路商，然后呢，你再去思考说，当我要呈现内文的时候，我是不是第一个先谈我的服务、我的交期，然后呢再谈后面的 spec， 否则的话，一本打开跟别人一模一样，所以那个能量是发散的。好，所以你要问这个，你会讲具体一点，所谓的能量是什么？如果把智慧转换成所谓的策略。执行力是 SOP， 还有你各项行销推广、创意设计各项该做的事情。我们第一个发现的是，
我们是不是清楚我们自己现在的能量状态好还是不好？能量的这个做法很简单，各位回去哦，拿一个气球，这是我瑜伽老师教的，瑜伽老师太厉害。还有我们面对自己的能量跟恐惧，你用力的吹那个气球，但是吹一段，停一段，你去观察自己害怕它破，因为你有恐惧，恐惧声音接不到，恐惧心水发不出来，恐惧客户不喜欢我们的产品，恐惧我们找通路商找不到。所以当你愿意去面对自己的恐惧的时候，你开始找到自己，我怕什么？我不怕。你愿意面对自己的恐惧，你的能量就聚焦了。这个时候你找任何一个顾问团队来协助你都对。为什么？你能量聚焦了。否则任何一个能量，任何一个顾问公司，他只能协助你部分。好，回过头来我们来看，我们把它变成四步曲。第一步，定频，找到定位，做调查，做音赛 OK， 是有时候我必须要谈。我常常跟客户，有时候政府单位法人台讯也有安排过，15分钟很快的要能够找到问题。坦白说，我光是感受到那个能量，我就觉得，你可能要先去上个课啊，让那个能量先收敛一下。那如果说你的状态很对，你很清楚自己要什么，我的任务只有帮你做接收，因为你很清楚自己要，你的能量是很强的，你不用问，你就直接告诉我你要做什么，我们去找对的人来帮你把事情做好就好。所以这个就是能量的问题。第二步是什么？转化。你开始只有调整定位不够的，所以刚才那家乘务员，各位有空回去看看那网络，他一样的讲了这套设计这套东西，你要真正实际用，用了以后变成他的产品跟服务，改善整个流程。第三步才是火化。可是坦白说了，我个人，我们后来玩进与我们公司各位打一下品牌，蔡明王接一个集策，我们玩进其实比较多都做训练跟公司，因为我们认为活化整个能量连接起来，做什么事是什么事。所以最近我们在1月才带了一家四家连锁的这个餐厅，那整个人连接起来后，整个气势完全不一样。第四个最后才是什么？我们所谓的品牌推广，为什么？这个叫提升。所以就昨天晚上陪着一个老板在看，为什么设计费要35万？光是 CS logo， 然后那个包装，还有那个什么店面的装，又要收我27万，为什么？因为以前那个设计师只要6万块，整个店就包起来。他习惯用这样的逻辑跟思维，也就是什么？他的能量聚焦还不够。你说他出得起钱？对不起，我拿餐厅盖2亿啊，2亿哈，花那个30万不算什么啊，他是出得起的。可是他对这件事情的先入为主还有什么能量是不对的。那这个时候你再沟通30万美元，可是小弟冒着这种，反正我现在已经没有在企业上班啊，我是顾问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是对的。那对的，我就是希望把你的能量带到那个位置。带对了以后，你就会回过头来说，原来我可以做一个不同的自己，升级版的自己。这个时候的品牌能量就上去了。所以我们来看，各位，如果我们往下改，20分钟跟大家分享很短。但如果你想要改变，想要调整能量，不管找任何一家广告公司，我们是媒介，那你媒介是什么？找到你自己真正的地平的能量以后，试着去做转化跟提升，然后让你平量的能量越来越大。所以我刚刚一进来，我其实在外面站了一会儿，我说受一下这边能量，真的都是很认真，很这个我们叫 hungry， 想要学东西。但是这是智慧，哦，不要忘记我刚才讲，我前面讲我的客户跟讲，顾问你说的都对，但是呢不上心。什么叫不上心？我的心跟你的心没有连结在一起。什么叫连结在一起？他们说你最后找的不管顾问公司、广告公司，你只问你自己，你跟他的心有没有连在一起？如果连在一起，那就是对。我的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各位有兴趣跟我这个做交流，这是我的电话，还有我的这个联络的方式。好，那这个希望，其实我坦白讲，今天是来找能量连结，然后看能不能这样子碰一下，让能量就可以连结过来，这样是最好。谢谢大家。